历经无数匠人们智慧与汗水的蒸腾，瓷器成为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具象符号。通过这些留存于世的瓷器，人们可以感知这个民族延续至今的独特气质。瓷器是有温度的，它蕴藏着人心与记忆积淀的温度，这些温度藏于瓷器内涵和懂瓷人的心里，而我们可见的温度便是最后的一堂炉火的淬炼。这是700多年前古代御窑厂留下来的规矩，合格的瓷器必须是百里挑一，没有被选中的都要被砸碎深埋，不能流出。如今古时的御窑厂已不复存在，但百里挑一的御窑规矩还是在追求完美的传统中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在常人眼中还算精美的瓷器，却因为匠人们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态度而被淘汰。古往今来，中国的手工瓷匠人们执着地追求着那心中完美的天工之作。然而，即便是手艺最精湛的工匠，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出窑之前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窑火是上天赋予瓷器的最后一道自然之力，瓷器好不好往往就靠一把火，因此瓷器也被称为火的艺术。传统柴窑是中国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方法，千年窑火之下，一代代的制瓷匠人们都是遵循着这样的礼仪，祭拜烽火先师，祈求自然的恩赐，期待几十个小时后泥坯在窑火中的凤凰涅槃。柴窑烧制过程中，掌握火候的人称为把庄师傅。今年已经75岁的胡家旺正带领徒弟们马窑庄窑。装在泥坯的匣钵是古代制瓷匠人的又一智慧发明，匣钵的外壁阻挡了松柴燃烧产生的灰尘，还可以通过合理的码放最大化窑炉内的可用空间。一个窑能放多少个匣钵，匣钵里放什么样的泥坯，不同的泥坯放在什么窑位合适，全凭把庄师傅的经验。此外，天气的变化、燃料的好坏都直接影响着最终的烧制结果，种种的不确定性给柴窑的烧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此前几十道工序里，每一位制瓷匠人的心血都让把庄师傅的责任更为重大。这是烧火的，我们叫岔口，就烧柴火的头柴口。这是眼睛啊，关火的眼睛，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它这个眼睛啊会发亮，会红变颜色。因为这种传统窑炉啊，它过去没测温仪器，它完全是凭经验，凭那眼力。所以他们家把庄师傅是火眼金睛，人家这样说，我们还是要认真，不能马虎了半点。做手艺的人呢，你不能马虎半点，马虎半点就出差错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还能撑再多少年？虽然柴窑作为文化遗产被保留了下来，但也在逐年减少，胡家旺也被认为是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然而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
终将会有一些新旧交替。建国初期，由于物质匮乏，为了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在景德镇出现了大批的瓷厂，用大型工业煤窑生产简单单一的产品。为民瓷厂的朱厂长曾带领着几千人在这里夜以继日的工作。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原本热火朝天的窑房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模样，满地的碎瓷片见证了厂房里那座隧道煤窑的兴衰，也承载着那一代人无尽的记忆。到了雨季，到了那个晚上下班了，家里啊这个衣服干不了，干不了他们就拿这个衣服啊就挂在我们窑车上，就来烘烤衣服。这个我们肯定是各家各户都经历过这种场面，就是那个窑霞坡出来以后嘛，它不是热的嘛，衣服就挂在上面。你像现在的人讲究，他就不会去做，因为那个霞坡上面有毛纸。以前的人他那个条件就是这种局限，他干不了啊，没办法呀。所以呢我们呢到下班的时候呢，也就这个城门呢也就打开，就让他们在这里面烤，然后呢跟我们呢也就有个互动，有个聊天。因为毕竟我们在这边做这种单一的事还是比较枯燥的。这个墙那么黑黑的，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窑，这是窑房嘛，烧煤的时候它那个煤呢它会冒烟反冲，反冲到了那个墙呢就染黑了，所以那是我们就叫它烟熏火燎了。这个窑砖都是以前我们这座窑上拆下来的窑砖，开始那个客户要求我们拆我们都不拆，看到这个墙能产生我们很多的回忆，有的时候想想起来呢心里还是挺沉的。现在人员都分散了，都各奔东西了，都去谋求自己的生存了，所以看到这个企业呢还是怎么说呢。前行不止的时间车轮时刻伴随着中国瓷器行业的转变，但无论怎样变化，这片充斥着瓷魂的热土上总会注入新的活力。就在为民瓷厂的隔壁，与它有着同样命运的宇宙瓷厂内已经悄然开始了新的变化。一个来自美国的陶艺家正在这里为自己的工作室找一个新家。煤球一直从事现代陶瓷创作，深受中国手工瓷器的吸引，他准备落户这里。The Yuzhou factory made plates for export around the world. Many thousands of plates were made here, and some of the old kilns that are from the 1980s period, the coal-fired kilns and the gas tunnel kilns.To show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period of Jingdezhen. We remained this old kiln here, and we want to build this new factory again for real artists to feel the culture, to feel the history here, and we want them to really use a peaceful heart to create. Yeah, maybe once again, culture can be behind the artist to give something nice, to make a nice place.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making really amazing things. So maybe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create really wonderful things again. 千年瓷都的底蕴以及大工业时代的辉煌和文化遗迹，吸引了许多像煤球这样的国际陶艺家入驻。这里正在成为中国陶瓷艺术走向世界的国际接口。1300度的窑炉前，75岁的胡家旺坐在竹椅上注视着关火口。
到了温度攀升的关键时刻，他一声令下，旁边的徒弟便知道添柴加火。由于没有测温仪器，窑炉内的罩子也是把庄师傅判断烧制程度的重要依据。这是罩子，按照普通话讲呢，它是四片，看看这个持续的烧的烧熟的程度，还可以。在柴窑点火到熄火的两天时间里，胡师傅必须日夜把守在窑炉前，用几十年来的经验调控窑火的缓急，为窑炉内正在熔炼的瓷器保驾护航。相对于不确定的柴窑，气窑不再使用匣钵装载瓷器，更清洁的天然气燃料和电子测温使窑内的温度均衡可控。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进步，在景德镇，气窑也逐渐取代了传统窑炉。但不管是高科技的控温技术，还是传统的关火方法，对于手工制瓷匠人而言，这1300度窑炉内的那几十个小时，都熔炼着自己的心血。今天，对于黄秀乾老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他用了3年时间设计的大件瓷器就要入窑了。先装满一下。嗯。买一点。嗯。金龙富国，天球尊，这是在我手上是最大的一个，光是表面的加工制作都是1年多，从形制设计到纹样设计是2年的时间。前两次那是小件，因为在小件上成功了，所以说这一次玩大的。嗯，还要买一点。手工瓷器的烧制危险系数是与泥坯体积的大小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对于这种镂空雕刻的大件球体来说，烧制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不让几百斤的泥球在高温下坍塌变形，黄老发明了外围的泥支钉，用来保护球体。即使之前有过成功的经验，在关窑门之前，老人还是要仔细检查细节，确保不出差错。忙点点到，来一点点到。关窑门。陶瓷这个东西有风险。有些风险可以控制，但有些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么这几天，那就是心里的熬煎，就搁在这儿。瓷器一进窑，火一点，你其他事儿别想，睡大觉。在等待烧制的过程中，还能安然入睡的心态，大约是制瓷人需要几十年的修炼才能达到的境界。年近80的黄秀乾身兼中西方美术双重修养，几十年来他一直努力让自己制作的瓷器作品在传统和创新上达到更完美的平衡。我不能抛弃传统，但是我又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那种模式走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新的东西。技术和艺术发展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文化这个主线它不会脱离。就像人家看过你的东西，一看啊，这是中国的东西，景德镇的东西，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啊，你没有离开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的主线。
夜子时，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与早已熟睡的黄秀钱老人不同，郎瑶世家的吕师傅今天注定是个不眠之夜。要想穷烧郎红，如今能烧出一窑上口沿脱釉，露出白色胎骨，下沿鸡釉却流不过足，表面开片又暗藏牛毛纹的血红色郎窑瓷器，吕师傅的祖上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在烧制郎红的过程中，除了时刻关火测温之外，吕师傅还会像诸葛亮一样借东风。一天的最好的收利的时候就是子时后期，你看子时后期到丑时前，这收利最好，这个红难度大，大就大在最后一把火上。独自守夜开窑门借风是郎窑世家绝不外传的秘密，今天吕师傅却留下了新来厂里的大学生一起学习。女儿也不学了，家里人学的可能性也小了，我不希望把这些东西呢失传掉。只要你们有这个缘分，缘分就是努力，缘分就是你做梦都想着做的，那这东西做到最好最好最好，就那么简单。祖上多年积累的经验慷慨地传授给了外人，在吕师傅看来，无论传内传外，经验与技艺必将是要流传下去的。几个小时过后，伴随着噼啪的开片声，一窑郎红出窑了。这郎红的效果和味道都出来了，脱口它已经脱了，垂足它已经垂了，这个牛毛纹也出来了，是吧？这开片的声音你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已经开始响了啊。这个颜色呢，你像我们这个要求的成浓绿艳这四个方面的特色就展现出来了。这个昨天的烧法好好的记录下来啊。好，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吕师傅又一次体会到了窑火之后的喜悦。但相对于吕师傅的丰收，公共窑窑主柳师傅却没那么一帆风顺。今天下很大的雨啊，又停电，装胚都装不了，烧窑也烧不了，瓷器他们也不敢开啊，本来是今天赶早就开窑，开窑拿出去卖的。停电是窑炉内的温控设备无法工作，窑内还没烧好的瓷器不敢开窑，窑外等待烧制的泥坯无法入窑，这让柳师傅很是担心。现在我们国内呢，因为也等着烧窑噻，那个电大概几三回来了啊。窑一天是吧？这也是。他们做一件东西都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都是非常重视他的，就是尽量为他们服务好吧，尽量为他们服务好。许多客户闻讯赶来，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瓷器是否会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受到影响。修理电路的电工还没有来，除了等待，柳师傅别无选择。经历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烧制，黄老的作品出窑了。好的很，来，出窑出窑，拉出来，慢点啊，慢点，慢点。经过仔细的检查，裸露在外的部分烧制得十分完美，但天球的内部是否一样完美，就要等待支钉拆解开才能知晓。没粘到，还有那么一点距离，
因为它这个烧的时候它会往下沉嘛，里面和外面收缩不一定是很同步的啊。如果说这个支撑的话挨着的这个釉，它就会粘住，它粘住的话我们切割的时候就得小心。一二三，阿廖，不对，五个。回到你这样多，年纪有吧？行。所有的猜测，经过三个小时小心翼翼的切割之后，终于尘埃落定。当九只降龙钻出云雾，被拂去浮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它完美的。好像穿越了百年。前面见古人，后面望来人，我是后来者，还有后来人。清晨，柳师傅的公共窑房内挤满了前来提取瓷器的作坊主，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不知自己的瓷器是否能够完好地出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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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在开窑的那一刻，原本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了下来。这一次的意外并没有影响瓷器的品质。今天你这个烧的还可以吧？还好，相当好。这皮都是真的吗？哇，这是您做的吗？我做了几十年了。哇，做的好好看啊！你看，你在干什么？套花生。他再来套花生。套花生啊？他们瓷器花生。那瓷器花生什么样？哇，好像真的呀！同作坊主一样，柳师傅今天也是特别的开心。瓷器烧得好，同行们的认可就是他最大的欣慰。烧得好，应该高兴的。在一簇簇的窑火里，燃烧的是文化与人的还原宴。当窑门打开的那一刻，这些精美的瓷器就已经开始记录着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与情感世界。那里有人们的专注与执着，期望与梦想，心血与时间。瓷器，它们从泥土中来，在烈火中淬炼，带着手艺人的体温走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与日常。我们无从预测这些手艺人会在未来的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但是我们知道，世世代代的子民在瓷上中国生活，又在生活里创造了。他们脆弱又刚硬，细腻又粗犷，封闭又开放，这就是这片厚土上永续不绝的生命力。